现在进入比赛画面，本场对局是由机器战队的监管者对阵甲战队的求生者，由解说慵懒兔、哈皮和头鱼为您带来的总决赛实时赛况解说。好的，直接去找卡梦单挑。是的，这边的话选择直接在木屋起六啊，不想去拉大门。对，拉大门的话就有人没机子修了。是的，哎呦，极有机翼的魅力啊！魅力是的，确实。是的，好，正好在这个板弹设计下好了。对，先插个眼，不是很想踢这个板。嗯，啊，选择直接走，巫女的盒子已经摆好。没错。但是要一个双板博弈，直接选择过，差一点点。哎呦，回得很好。再冲到，哦呦，好博弈啊！再冲，还是没有冲到。卡梦这个博弈太出色了。是的，踩板，而且鸟已经吸了将近一半了。是的，在现在再进减速阵，再插眼。再插眼，哎呦，失误了。现在走不动路了，要选择踢吗？踢了。对，先踢盒子，然后这边再蹭火鸟。那鸟应该快吸出来了。是的，一半多。啊，选择交鸟，那也不是很想踢这个板，这个牵制其实已经非常非常成功。非常成功。这个窗能翻啊！哎呦，把鸟打掉，最后一秒还在吸，还在吸七十左右，留了一个残影，选择直接往外面拉。那这边是一个短板博弈，再冲，哎、直接选择下，太夸张了！卡梦这波博弈，哦，博弈全赢了，哎呦，这个飞轮还能盖板吗？再下，重点是鸟吸出来了，没错，一六把鸟吸出来了，感觉要往三台到四台去了，是的，是的，感觉要六穿了这波。哇，这个个人能力太强了，没错，纯纯个人秀了这把。是的，就吃了无女盒的辅助嘛，其实前面都是自己家牵制。是，那现在密码就快三台了，一个鸟。哦，想要先留一下的。哎，你说这个鸟留到不交了，不交了，因为它没有回光返照。当回光返照用的吧。等一下，就是下一波密码机快压好的时候，直接救下来套个鸟就直接开了，会好一点。反正密码机对对对对哦，你选择交了，没事，第三只也在路上了。确实，你看第三只百分之七十七十多了。OK OK OK， 对。反正先踢，还在吸，八十了，得有八十。这么好吸鸟的吗？还在吸。一个蓄力刀又蹭了百分之十，九成。十了现在。啊呀，下波给我救下来，稍微掩护一下，我就把鸟吸出来。是的，是的，被开门站的铺垫了。这个鸟很关键，就想三跑的话，一定还是要有个鸟。对，有个鸟。嗯，因为这边确实是没有回光返照嘛。就一波基本上就有了。嗯。排下位置，但是佣兵的位置卡的也很好，回速回来原地守一下。佣兵这个位置不好排啊，他插眼如果插出来还好，但是他正好是在眼的外侧，对，其实排到也无所谓。佣兵啊，排到的话，排到我就救呗，逼道具，对，容易逼道具，对，打一刀救下来，那吸一会儿，鸟差不多了，真差不多了，应该再看一眼，再看一点，对，看一眼就有了，是的，有了，有了，哎呦，博弈全赢。哎，有一波被搏到了吗？我觉得一波都没有被搏到啊，卡梦，一波都没有，一波都没有被搏到，一波都没有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那再过回密码就可以直接亮了。可说呢？套鸟吗？套鸟吧，套鸟亮，马上直接亮了，无限去天门了，飞轮 CD 也好了，对的，但是还差一点点，这个鸟能亮吗？哎呦，哎呀，可惜了，有点亏，有点亏。不过门马上贴到了，不过它不是挂飞的，对，它二挂还行，无所谓，佣兵能卡。还能拉扯，而且佣兵有两个关，哎，不对，但是来卡的是心理学家呀，写完名在脸上，门还是没有动哦，刚摸到，刚摸到，佣兵也回来了，佣兵也得过来，光一个心理是不够的。啊，底牌已经切成传送，现在其实有一点点保平的机会啊，但是不大，有点点，因为两个人在卡，对，非常小。哦，能找到吗？哎呦，好像排到了，但是回速了，有回速，有减速盒的。但是观影了，哎、再来一个那这样的话只能拦小夜明了，心里走不掉啊。对的，那现在不要佣兵了，要还有一道脚印，看到了吗？看到还有一段脚印，是的，看到的应该是。觉得在板子后，要不要先打一道佣兵，先打走呢？没敢，那佣兵可以扛刀啊。中场的一个地窖啊，64秒的一个挽留，佣兵想要去帮忙卡，先给一刀，但心理学佣兵得走了，得走了。佣兵心理学这个距离不够走门，没错。我有个盒子，其实这个盒子。
就看博弈了。哦，砸到了。可以走，可以走地窖。双弹，可以走地窖。有回速。哦，但是还是不好走，确实。有点尬住了，不过挽留在一分一秒的结束了啊。是的，现在全靠个人能力了。选择直接走，有飞轮吗？没有，有坦克跑出来，不行啊。哎呦，好可惜啊，这一局对于 GR 来讲。是的。这其实是个角色。其实我觉得那个鸟不着急，再救一波，再救一波。因为本场对决 GR 的监管者对阵成都记者球员者解说梁亚皮，投于永远同学的爱标实时赛况解说。好的，直接召唤出伊斯人，那往中场先赶。枯草这边是防了一下啊。对，先干扰一下这个秀姬。哦，直接传过来了，好像对枯草有想法。嗯。那个猪不能上。哦，还是上到了。他上是对着墙上的，对，碰不到，没办法。你只能对着墙上，不然的话就会被打断。因为捏捏他之前也是非常喜欢追野人的。是的，明显这边有研究啊。对。那再来找一下十八的入殓师。翻出来一口喷，看能不能水摸鱼喷一下。啊，喷到了。好，这波喷到了。七十，还回头看了眼，又看了眼，七十六。那下一波本伊森的喷 CD 还有个六秒，倒车变红光。现在不是很想喷，现在想保持这个侵蚀度感觉。想高清楚拿一刀。对对对，还是喷了。看哦，是的。再喷一下。喷到了。这边续上了。那第一刀拿的还是很快的，而且没有雨林就拉开距离。主要是闪现 CD 也好了。是的。主要是感觉如果是艾维的话，拉开距离好像也意义不大。就怎么好牵制怎么牵制吧。对，再一个喷又喷到了，好准，八十四，太准了。感觉闪现有没有可能省呢？这个位置有机会，如果省下来的话很赚，距离够了，有飞轮，但是飞轮进板，没下板，一口喷没有喷到，那还是没有省啊，把这个闪现逼出来了。有飞轮没办法，没飞轮就可以省了。对，那应该要等你先挂上我再反啊。对，拖点时间嘛，这波肯定是不救的了。是的。下波反完之后呢，出来吃一刀还没有到二阶，对，要等那个张狂他自己慢慢涨上去。哦，喷了一口喷到野人，那野人也要稍微防一下，先走一下，再寄生一下调酒师。这边选择哦，选择要救一波啊，不过因为可能野人也没事做，如果不来救的话，确实啊也没事做。是的，也行吧，让野人带远一点点，不过但是会给很多存在感。对，给存在感给的多。哦，一百了，先消一下这个恐惧值。想继续一个以前博弈，想博震慑吗？这波想打断之后再切本体，要博要博，哎呦，没有博到，九十的一个侵蚀度出圈了。是的，你博震慑还是很强的。对，那这样的话，其实入殓师有一波三次牵制的机会啊，因为带着。主要现在不能被计数不过已经喷到了啊，隐身后。过几秒就可以附身了嘛？对，也还行，能接受。能接受。除非下波附身落地没有达到，那主要这波附身的话，那你反生了就不能附了呀。是的，是的，这是个问题。但要倒了，现在牵制不了。对，就往角落走，倒了直接。对对对对。哎，野人已经喝酒了。哎哎呦，看丢了，有点会藏是吧？是的。这波要直接反还是挂上再反？挂上吧，挂上浪费点时间。挂上吧，挂上吧，稍微拖点时间。哇，那这样的话，其实求生者很赚啊。对。因为等一下入殓师还有一波牵制。对，是的。而且瞬间就是回满血了，整个野人。把这就是过来，调酒师在这种里面的优势嘛。对，是是是是是。无论是心理的移情也好，调酒师的给酒也好，状态回得太快了。想来管一下心理，但心理学家是三刀，目前并不是特别怕。对的，想处理一下十八，还是得把伊斯人调回来的。对，还是调回来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外面马姬又要疯狂的掉了，已经在起六台了。这个时候，对，二阶还有个十三秒、十一秒才到。对的。所以还要等几秒再去计速一下。是的，不过前面板子已经用过了啊。看那飞轮怎么用啊？因为现在侵蚀度不一定涨到一百。直接交飞轮，交飞轮去板，这样很稳。直接走直线，直线能到一百吗？到不了啊。十八，一口喷九十八，太危险了。还能拖，能进板。是的，前面这个板子博弈一下，一口没搏到，直接走了。哦，一百了，还好这一波啊，拉满了，已经是的，已经拉满了，很久了，已经拉满。他每一秒都是外面的六台密码机都在修，对，压缩的是你后面控场的时间。是的，
那你现在出去控场很难控，已经控不住了。两台都已经对对对，你控一台，另外一台就能压好。基本上准备打开门战了。是的，传过来。哎，传错了。再传野人。但没有关系，另外一边、外面还有，对，这台其实可以不要啊，这台对吧？对，那现在野人的话有一个技术 CD 还是很强的，开门战可以去控门。对，现在你附身谁？等一下开门战亮干点门，亮了，别亮了，视野里没有人。对，野人现在就是很嚣张，对吧？我这个头上只要有这个技术 CD 就很嚣张。调酒师直接点，这边伊森马上来，那应该会给调酒师先上个寄生。对。先拉直线，再把伊森调过来，再控小门。OK， 这个本体在这边先站住啊。这个场已经是站住了，对，手里闪现也好了，感觉可以平地击倒啊，这边闪都不用交啊。对，心理学家他的这个走位就没打算溜，没打算溜，转圈圈，反正就是哎，这个、过去了。过来，因为看到陶行在边缘，他怕他过来把陶行拆了，门点开，一旦点开就平了。是的，野人随便走，反正我传过来，我这边闪现也能杀，一样的。就这个角度，这个位置有一瓶加速酒，有飞轮，有一个博弈，不敢去交互，那可能要先交加速酒，交了，这个位置直接翻吗？直接翻，那可能击倒，过不去的。那能挂上啊，而且门也控住了，那边伊森还能附身呢，再附身啊，那这边心理学家也没有办法。是的，野人赶紧把大门这边逃变拆一下。是的，那现在本体去压野人，不着急。拆掉了。啊！野人直接上猪，这里手里还有个闪，这个位置如果能闪现打下猪的话，直接闪打下来了，但是翻了过来。他有个飞轮，有可能扯下来。不过野人飞轮没关系的。直接扯吗？飞轮直接扯了。然后野人倒，换一下小九的命。但是这一波的话，心理学家已经把门点开了。没错，可以走。前面如果计速到逃行的话，因为身上有侵蚀，有一个飞轮。没有飞轮，那没有办法，没有回到啊，应该是要三抓了，要三抓了。对，但是我觉得，就这一局势来看啊，成功基地的目的很明确啊，我就跑一个，应该就是我野人过来就是跟你爆了，是的，是你过来把我拦下来，把我击倒，不然要被四抓了。对，反正心里那边能走，是不是？是是是，挂上野人起，起了没猪，猪没有好，但是附身也没好，就是拖到猪好呢，拖到猪好，这边你要踢板或者绕路。对，挽留住了呀，挽留住了呀，感觉猪能拖出来的。而且乔总是你现在怕人过来救，对，有点怕。你找不到野人还能移情，那野人走了呀，走了呀，地窖就在，感觉是走了，地窖在大房，对，就在大房，那没办法了，拦不住了。他骑个猪就能走了，没办法，拦不住了。哇，这波野人骑的很快啊，因为他是带着飞轮的野人，飞轮线有自愈。是的，哦，这边还状态回满了，双保险，那确实是没办法，那拦不住了，确实拦不住了。哇，成功经济这一波，感觉刚才先挂野人会好一点。对，先到旁边放下来，对，放下来先野人。是的，是的，对，会好一点。就少算了他那个技术。但确实主要野人当着他面交了飞轮。现在进入比赛画面，本场对局是由加战队的监管者对阵积极战队的求生者，解说慵懒兔哈皮和头鱼为您带来的 IBL 总决赛实时赛况解说。直接冲着枯草去了，想开局去逼一个表啊！是的，那枯草的话，他不是很想交，开局跑得很快，他这个落点相对来讲远一点点，对对对，所以说逼不了。想找一下十八啊，两个板子已经全部下掉，那这个板子先处理一下。双十一的两个板子也先下掉。踢了一块，那好像想对这个飞行家动手了。是的，要废掉其中一个化险唯一了。直接走空地，交出一个喷气背包。是的。感觉今天捏的这个感度手感还是不错。没错，对，一块无敌板下了，右边窗弹，交弹射再走，选择直接走啊！这个板子它其实是没有踢的啊，来下这个板可以拍下，那悬停好了，悬停好了，哦呦，这么敢吗？悬停打喷，还打断了，逼了一个回复过来，哇，这个钱太秀了，是吧？车还到了。还有个博尔机会，车到了，翻过来，但是正好擦肩而过，或者瘦一点点，再翻回来，因为知道你这边没有回复，想打正胜，十八这个博弈太敢了吧，太勇敢了，是的，是的，是拉满了，这边板子还在呀，拉满了，真的拉满了，真拉满了，真的拉满了，走空地，还有三连喷，你找不出他这一波牵制任何一波失误，是的，再秀，
是的，闪现开始。那九度来了，准备想帮忙垫一下，可能翻窗的时候垫了。走了走了，算了，没有危险，就自保一下。对对对，我以为他想垫段影月，但是看队友翻过来就哦，段影了。哦，好在这倒是打到了。是，那其实还行，因为密码机修的不是特别的快。主要是我觉得把这影月垫断了挺好的。啊，当时他影月过程当中是可以垫断他。对对对，贴墙垫断或者交互垫，你翻窗的时候我把你让他出去也行。对对，主要是把影月垫断了，进 CD， 那这个飞行家可以安全个十秒钟时间。对。有点可惜这一波。那这一局的话，现在少一个化险 V 了，求生方其实还是有压力的。对，还是尽量奔着平局去运营吧。是，波密码机这边也算是有保平或走一个的面吧，不至于是那种很劣势的四抓。对，不是一个劣势。哎，电车来了，无伤救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个电车哥哥，这发力了呀！这有时候就没话讲，你没办法呀，没话讲，没办法。就你有什么好说呢？电车正好来了，利用上。对啊。这样的也没注意到，可以算到了是吧？还能再救一波呀！大富他想贪吗？想贪一下大富。博弈直接下板博到了，不少很稳回速，不想浪费时间了。嗯，赶紧回去挂。其实大富在这边也是让你稍微浪费一点挂十八的时间。大富想升级，主要是对。如果你第一时间去挂上的话，这场密码节能多个20%。是。所以他得管一下。但现在很少啊，60左右。对。电已经切走了，那现在踢不了啊，踢不了这边的电。对，等一下再连电嘛。嗯，不给你踢，那我很快就可以把电给连上了。对，但是问题来了，只有一个化险唯一啊。是的，带不走了，已经 step， 除非能是的救得特别特别好，救得好，扛一刀，保证他翻了个窗。我感觉这个人是不是就算了呀？我觉得得救一下吧。救吗？因为人大副在这走掉了，你不救大副跑不掉了。刚才如果在窗口那边，我觉得还行，现在得救了。是的，现在看一下。但是差的是脸上这台很容易出事啊，感觉。脸上台就直接不管，到最后连电就行了。对。哎，他连电连的传开了，要传开了吗？没，这台少，这台少的。这少的，这台是。对，少的。那要多起，已经多起了。是的，多起了。已经多起了。对。那把飞行家淘汰，现在有一个控场的机会啊。嗯。那大富现在躲在里面，怕下一步监管者过来把他表给逼了。对，大富刚才就是省状态和省道具二选一，选择省住这个道具。说车来的那一步还是很关键，很关键，太关键。对，要不然状态道具都没了。对，下一步再就会双倒嘛。嗯。那看一下这波选择园丁这边，攒了个盾。选择想带走，那大富已经在修了，有一个底牌，会不会考虑切呢？想先打状态，先 A 刀，可能要切了啊！你要看这个密码机，只有一边在摇，要切了，要传了，87。切的目的是为了逼道具，看看能不能混成摸一把打到。先逼道具不交吗？交了，能不能打到？打到了，到了。对，交的还是有点晚了。是的，交的还是有点晚了。一开始我觉得不是很想交，对对。后来想了一下，还是交了。对对对，这个其实是必交的，这个道具不要犹豫，还是要必交的。传送吃个怀表，我觉得对，很赚，亏的。这边陶行又莫名其妙多根针，你说？再连电往这边传，要踩电。得踩，得先踩，得先踩了。摸了根针，但是位置很远，这个位置可能会被拦住。对，但是依然可以去。主要是赶出去吧，需要一个勇气，很需要这个勇气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回了，没办法，怕偷啊。那个位置拦住的话，就要四抓了。没错没错，拦住就四了。脚是不知道园丁有没有针的，他可能就是压进的是园丁，然后就偷偷摸摸摸过来了。园丁现在是把自己的一个压好的针扎满，然后到窗口准备博弈了。不过开门战割据还是很优啊，因为大副没道具，大概率开门战会直接倒，然后有一个传送能管门。没错。30多，哎，踩板，踩板去了，偷了。那这样子可以多个贴门的人啊，如果扛，哎，不扛吗？给到一刀，密码机点亮了。点亮。那去长窗。两个人都在这个窗，一人排队翻。有电车，电车有吗？走了，有毯子，大副要倒了。大副是挂飞的，这出来啊！保三争四，是的。两个人一人点一边门，保证走一个。对，但我觉得来不及吧。我现在挂到这个门，陶行就没办法。对，他不交绳子不一定，这个时候还是要陶行溜起来。这个椅子已经坐掉了。对，但是附近还有，他有加速。陶行得撑一会儿。得撑一会儿，稍微撑一会儿，撑一会儿，而且有这个盾其实够了，直接传了，传了，那也是监管者求稳了，没有想着四的问题了。哎呦，车来了，垫一下，电没断，拍板，这个板拍了很危险，飞轮有板弹，抽刀翻回去了，再翻有飞轮到，飞轮滑板，但是应该是走不掉了，没弹射，没办法，回速有刀，能击倒吗？有板弹，躲掉了，这样也能活？还能玩？哎呦，得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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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但是地窖不在这边啊，对对对，主要转不了点，转不了点，转不了点。哦，对，只能说博弈很秀，对对，但是确实是走不了这个地窖。他搏出了园丁的门嘛，嗯，因为监管者也交传送的，所以他只要拖一会儿就好了。是的，他已经拖了很久了。确实。好，那这一局的话也是完成了一个开门战的对决，成都记的监管者对阵 GR 的求生者，就是勇敢兔两阿皮头晕的阿皮表示赛况解说。伊森先去找飞行家，不让飞行家破译，然后本体往中场走。这边的话，飞行家这个位置可以下寄生啊，嗯，下了，嗯，先寄生拖时间嘛。对对，哎，有点想追一下，感觉其实都大要追了，六十，动杀星了，啊，对这波，对，要坐车吗？这个车要坐的话也行，坐了啊，坐了，因为已经到站有一段时间了，他开车的速度很快，没错，是的，是的。喷一下啊，但是没往后看。哦，喷下来了，喷下来了，拿地刀，哎呦，没有，差一点点，没办法。哎，好在飞行家的这个道具是瞬发呀。是的。那这一波很赚啊。是的。因为七十度全消了。没错。这边还能再逼火，在调查局的道具血力刀先打了。嗯。消耗一下。对。往前面走，医生那边还能传呢，传。哇，这个清晰度白白涨到五十了。对。一喷没喷。下波交闪现开他的，所以这波哎，回头气囊，嗯，先绕走这个球，可打吧这气囊，不过也没关系哈，打的话绕太远，他可能想赶紧闪现开一刀，然后一身喷把你收掉，是的，是的，他觉得可能火灾已经没有机会再回去收那个球了，对，没错，还是要往远拉的，嗯，五十八了，八要找机会吗？还想上六十二。哦，他可能要闪现，要预判飞轮，闪现还是直接飞轮？哦，破轮也交了。那现在还有个短按，短按下，一次喷，不着急，先下板，先求一手稳。这一波距离不够喷吗？这波可以喷了吧？这波再不喷，嗯，还想这么稳，很稳呀，哎呦，很稳，很稳，追求稳定的击倒，是的，追求稳定的击倒，对，这是他的一个风格。啊，因为这口喷如果喷掉的话会很难受啊。嗯。再去控一下密码机，是的，嗯，但是其实六的已经很好了啊，快三技能，然后快三台的密码机，主要外面有囚徒在啊，这个阵容，对，你有囚徒在的一个三台密码机，那是不一样的，完全不一样的，是的，好，下连个电的话，修的是很快的。这边喷一下佣兵，佣兵是能救人，而且道具不交很赚，走的时候再弹嘛。嗯，先帮忙下个板，是的，喷一口，一刀，这不得弹走了，不让双倒，直接一个反弹。是的，那伊森这边能附身，板弹是没好，刚刚二姐已经响了，二姐也出了，这边哦，过来一百，那没办法，没有一个二次牵制，这个二阶只能说倒到最角落的地方就是贡献了，对，挂的时间很久嘛，是的，好，佣兵在摸道具啊，现在看能摸出来什么吧，嗯，这个道具摸根针。不敢走车的前面啊，选择从后车的后面绕。下一下，好像知道佣兵的一个位置了。摸了根魔术棒，哎，也行。也行啊，打艾维还是有用的。也能用一用，但是得要先把护腕用完再说。对，魔术棒没那么厉害，其实摸根针是最好的。现在密码机其实已经够了，佣兵救人就行了。然后囚徒外面一个人修两台，然后飞行家修一台，这个密码机很夸张啊，有囚徒在就这样。是的。就想提升一下囚徒，但你现在没办法管囚徒啊，你肯定还是要先把火条先这个挂飞。没错。这个位置看看能不能打针对，9, 打针对吧，九十八针对吧，针对，打到佣兵扛到了，那飞轮也好了，还能牵制一妈，但是伊斯的落地有二阶啊，这二阶包，但是能不能卡一下陶片呢？在这个二楼这个位置，哎，落地上去了，上去了，落下来，够一百啊，是的，陶片呢？是的，闪下二十秒，那二十秒密码就是够的，除非走位失误了，有车，感觉可以上车吗？能上吗？能上吗？上了九十五的秒，这个喷下来，口喷没有喷，都没有喷到，两个喷都躲掉了，有机会翻跑，没错，这个就结亮了，结亮了就点门就行了，因为他没有回光返照，我在车上等于是什么？等于有个搏命嘛，嗯，对吧？无所谓的，所以车还是很公平，是吧？很公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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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一刀，对，那这边你要挂门就开。牵起来，开了，要闪跑，应该是有速点。七二的，有一个技术点，太好了。
啊，你得挂，没办法。对你挂的话，人家往门走，过不去啊，没办法。没办法，那这样的话完成一个三跑了。是的。那第二局的话是拿到一个六比二。而且是在成都竞技自己。现在进入比赛画面，本场对局是由积极战队的监管者对阵积压战队的求生者，有解说浏览兔解说哈皮和解说头鱼为您带来的 IVL 总决赛实时赛况解说。昆虫了。昆虫这个点要找谁呢？找那个空军。但是要先自己先牵制一会儿，对吧？对啊，这个稍微有点绕到身位了。转一圈嘛，找空军就行了。对啊，但没事，蜘蛛前期不敢架丝。啊，对，不着急。其实近的我架一层没关系，我能打虫。嗯，这个虫感觉可以打一下板子。要消耗一下。板子也得踢一下，对，板子踢掉。踢的话不行的。这个板是必踢的。对，你不踢，等一下再回来就难受的要命啊！我没有胶丝，我没有胶丝，我都是白赚你道具的，无所谓的。这回就可以考虑架一层，压一下丝了。不压还是稳、要等一下下去了，可以跳下来，对，跳下来他其实是一个双板博弈了，这边这边把丝铺满已经有刀了，对吧？这边直接铺满嘛，然后先不着急，先把你架在里面，然后再压迫，可以踩板，因为他有助推加速，踩板很快的。对，再架有一个飞轮的博弈，刀了，再架飞轮了，但是不敢翻，没办法，翻不了蜘蛛，没办法，对吧？确实没办法，先把兵打了，看看能把虫给耗一下。他要找枪了，现在开枪的话，这个密码机是能牵制够的，你没有移形，带的是闪现。对，这个时候要躲。空军这把枪他不打算过开啊，不是很想来啊，倒了，那可以架呀，可以架呀，哎，再盯再盯，架，交了，哦，还是交了。他如果架死了，这个枪是开不到的。对，因为他加速直接过去了。对，我过去了，我直接闪现带走了，这个人活不了。那现在枪架中了之后呢？那密码机理论上是够了。是的，感觉得冲了，得冲起来了，得急了。就是得加了。哦，不急的话不行了。对，架了，得架了呀，得冲起来。两层，然后两层冲过去再接四嘛。再补一层，走右手边，走右手边，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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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丝量不够了，现在虫群可以挡，能打掉吗？能打掉虫，但是有穿弹，哎呦，穿弹掉了，直接不掉了，打干了，没办法，没错。三层丝打虫是这样子的，这边不过博弈，阿策稍微有点过，阿策的这个牵制已经够了，对，已经够了，密码机都已经三台开多了，是的，已经是平局起步了，没错，但没有回光返照嘛。有底牌也不一定看情况。对，因为你上这边盖好收集了嘛。是你没有回光返照的话，其实还是有一个伏笔在。是的，是的，蜘蛛的保兵能力还是很强的。是。能打到吗？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如果打到 B 就有了这把。对。因为查理台整外面。确实。那可惜没打到，因为摇表之后有个位移的加成嘛，加成。有一个小加速。椅子附近也有小加速。对。在找啊，不是很敢出刀了。现在大副已经贴得很近了，一口吐没有吐到，浪费出了，又上救了，那不妙了，非常不妙，因为大副可以直接再救一波，对，进行波二次救援，而且他救下来之后还能扛刀呢。没错，大副也是没有，他没有回光返照，对，也没有回光返照，除非他是无伤扯，对，这边逼他。逼他踩个板，哦，倒里面去了。要攒丝啊，要攒丝，这个对，攒一下丝。这个开门战其实还不是很好打，对于这样来讲，对吧？我这个两个人，看谁来救啊？还是大副来救，还是大副来救的话，就两个人都没回光返照。对，都没有回光返照。大副有表，有可能拖出来。但还好，大副上一局上一波是无伤救嘛，这一波就压力就很小。对。哎，贴脸了。吐一口，要卡位吗？我觉得。但这个位置应该卡不住，卡不住的，卡不住的，还是交表了。那可能会打针对啊，因为你双台飞轮全部交过了。是的，监管是知道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就等呗。哇，压力好大。对对对，他蜘蛛可以等死啊，蜘蛛不着急啊。好大的压力。对，着急的是。好大压力。求生，不出刀了。撤刀，大刀。哦，刀出刀了！我的天！哎呦 ，DR 真是拉满了。再加斯有飞轮，飞轮防住了。但是弹刀了。又 ，DR 刀没出出来，重游。弹刀就有关系了，没错，再来一个慢翻。是的，那这边如果翻过去的话，人是能挂的，但门能开，门能开了，门能开，门能开。但是有蛛丝，等一下。哦，这边窗户破了，窗户破了，哎呦，那开不了了。平绕路的话是开不了，开得了的。刚开。落地有飞轮吗？飞轮走了，关键了。监管
王者也是很细啊，蓄力刀偏飞轮，求神这边根本不及。短明要先把人赶走啊，不赶走的话，你根本不知道人在哪儿。他这个位置可以看对面门口的。心里能走地窖，现在已经来不及了。现在把人赶走的话，其实那边门能开，心里能走地窖。没错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这是一个三炮局。是的。哎呦，这一波 G L 最后一波两个没有魂反射的人。救下来之后扛到关键的一刀，拉满了，拉满了，真的拉满了。哎呦，哇，压力很大了。对决 GR 的监管者对阵成都记的行者，主播梁阿皮投晕了，公布的 IP 表示是赛况解说。看一下，先往中场方向靠一靠啊！是枯草的一个前锋，哎，走了，先把前锋的密码机给包住了。那枯草现在很难受，没有地方修啊。如果不带闪现追心理学家，追半天。对，会追很久。如果基本功好的话，很难追。很难，太肉。要下一个插。贴脸贴的比较快。对。板要。就是我不吃水气，我吃你吸体刀，密码机多了两台半。是。要直接走吗？直接走这里可能会被平地拿刀啊。先交他平地拿一刀了。那还行，那还行。拿了。这个点确实没必要直接走啊。我觉得等个叉吧。等个叉再走好一点。对，等叉的话，我可以交一个板弹走啊。多拖个几秒钟无所谓的。对，第一刀给的太快了，还是。可能不想吃水气。但水气他就不会。也有可能。这边会被包住。这个位置撞一下，可以不能亮吗？不能亮，不能亮，插在外面。忍住，插在外面不能亮。确实，插在的话它一定会亮了。这一波枯草撞得很好啊！要往右边走，那直接走要给刀了。对，这样的话防止是闪现，也不敢翻了。密码机也快两台了。对，心理学啊是这样子的了。那看看能不能再拖半台，起码两台半倒地，这样子也能保平。一个冲刺，跑掉。盖板，反向盖，抱住吗？故意反向盖的，这不是，收叉了，博板单板博弈，0.27，哎呦天哪，逃行，这么能翻，再翻过来要走了，这不行，两台半，对，两台半的话密码机不是很够，主要前锋三跑太羸弱了，前锋，对，前锋修的太慢了，而且过来撞了一下，是的，这局是有机会去，有很大机会去保平的。这把心理学家是没有牵制够，没有，主要第一刀还是第一刀的问题，第一刀太快，第一刀如果我收叉的话，我交一个板弹很舒服的，对，没刀的，因为当时，但是并没有选择去包一个手椅的圈啊，想下一波可能是，包了一个小的，来两个人过来，包了一个小的，两个人想一起救，他想保活，对，因为密码机不够嘛，因为他们能三跑，但是有兴奋，但这波有兴奋啊，是的。圈住收叉，交枪，亮兴奋，打到了，打到前锋了，但是空军那边也吃了伤害。吃就吃吧，三个人掉了状态，其实现在你二次牵制不了两阶了，二阶与你很难牵制了，二阶了已经。翻个窗，但是包不住啊，包得住，这个位置能搏刀。下板能翻窗过去吗？哎呦，有点卡，可是刀，哎呀，刚才卡了一下膜，卡了个脚，对，卡了个脚，很痛苦。那现在还能溜一溜啊，前锋能不能过来啊？要补状态，他们俩他摸满之后再过来是吧？对，因为下一波前锋要救的，这个逃行的拖到了，但是密码机还是不够，而且这边是遗产60。60的遗产，能收到吗？收到了，但其实那个直接选择了，我的天，在下埋又活了，有点急啊！前锋过来了，要够了密码机，前锋过来了，对，现在的话要够了，因为你现在信封在冷却啊，没错。哎，这个收叉是什么意思？有点着急了啊，撞，现在倒了也不太好挂了，我说实话。是啊，撞，给到了，这也有点，那又要去补状态了，对，有点没必要，有点没必要，要交个大盆，哦，把那火又顶掉，大能啊，又被火箱给蹭掉了，啊，密码机真的有机会够啊，能包住，收到了，好在收到了，有没有地下挂中场？这时候赶紧抢。没有地下室，挂中场，看能不能抢亮，很关键啊！这波抢亮的话有了，好像差一点点，差一个50%，好像差一点点，但是两个人应该会抢亮，摁修，会亮，摁修，没办法了，对，吃刀无所谓，吃刀无所谓，反正飞行家的，两个人一起救嘛，两个人一起救，有回光返照的。那感觉这局可能要奔着三去了，对，因为鱼女她其实没有开门站的一个作战能力，没底牌嘛，对，没有底牌，而且还没闪现，是个兴奋，对，这局其实对于妮妮来说。但是可以打针对啊，如果说有一个水气能把心理学家收倒的话，压个起身是有机会。对，他只能压起身了，现在没有。但四黑有点难压起身。主要还有化险为夷，那没办法了，那真没办法，那是真没办法了。
就一颗翻窗嘛，没办法，应该是翻窗会直接亮了，可能我就翻窗亮就行了，无所谓的。另外一边两边都贴门吗？两边都贴门，直接亮了。想等你收叉，不着急翻。收叉，收叉也不着急翻，没水气，反正。哦呦，正好在一个中间。哎呦，正好没水气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呦，哇，这个把握，刀切把握太精准了。哦，应该翻过去，应该翻过去。但是门够了呀，够了，三跑了。对对对，可以看到成都之际他们的韧性真的非常非常强。是的，是的。对对对，韧性太强了，是的。我觉得这队伍那么多次冠亚对垒了，他们韧性真的很强很强。你主要还是那波二六，外接鱼女被二六很伤。是的，是的，真的被二六。就是尤其就那个卡角，说白了就是那个卡角。如果不卡那，现在进入比赛画面，本场对局是由加战队的监管者对阵机器战队的求生者，由解说慵懒兔、哈皮和头鱼为您带来的总决赛实时赛况解说。来了，这边开局的话，好像想找一下空军啊。嗯，我发现鱼女就是开局想丢个叉都不知道往哪丢的这种感觉。看他想包谁？皮皮虾帮忙去看了一下点位，那这样子两个人都会被干扰。对，但是那个人直接可以往后撤了，去墓地什么的，小门都可以。或是小门。对，身距拉得很开。有窗台啊，窗台加板材嘛。对。啊，这边的话先往小门牵制啊，但他们转一起了。嗯，快到了。收叉，直接选择下板，那没刀啊，这个位置。对，要再等一个叉，想收一个闭合圈。对，但是这样很难扔啊，这个角度。对，不好扔，很难扔啊。你得走远。红教堂这个地图太板直了，这个地图。对，板直板直的。但是空军这边枪也不是很好交，身位已经很近了，这个位置。前面还是能进板，无所谓。能拖一秒，直接走。想翻窗吗？不敢翻了，交枪。哎呦，这敢交的？我这0.27，0.27，这敢交的？逃生。要不说子弹速度还是更快。这个要是，我的天哪！这要是换了，这就走远了，这把就平起了。走得太远了，对，有点交的平起了。是。这敢开，太勇了。太勇，感觉刀尖马上就要落下了。哎，这边想干了一下孤芳自击，想把整个位置全部包起来。是的。想骗出来，骗到了吗？翻板进去用闪现，正手，可以了，0.27，0.27，换个监管就来不及了。确实确实，这感觉是把上一刀补回来了。对对对，孤商这边能 OB 啊，这个位置。而且其实密码机的量已经没事，往孤那个椅子挂就好了。孤椅子不一定刷了，对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还一个，对。巨钱，很明显是巨钱啊。应该是有，因为他挣脱了幅度是可以看出来的。对，没错没错。那这个鱼女都会带个一到两点。这个巨钳其实可以进地下室，但他选择直接挂了，想干我重伤休机。太远了，费劲，感觉够呛。主要地下室太远了，能挂上，一定挂上。而且你得看这个空军有没有带那个摇。对他担心嘛，求稳嘛，而且他是上面他能包密码机，所以不选择地下室。是。这个位置你说要不要再倒进去？但是密码机这边是两台啊。要倒走还是倒进去？这个是一个倒一号机吧。要考虑的点了，博弈能不能打个双趴很关键。哎，拱上来了，直接就，哎呦，是有点太吓人了吧？这个救人，这配合，拱上过来点一下太高。哦，哎，飙到了，还是掉状态了。是的，那这个小亏，倒到了中场，对，中场操作，拱上要先处理拱上，来的出现时间有点早，没错。先在这边包一个小圈、先再说。有张狂，有耐受力不太好。但这个位置东西太多了，就障碍物，很容易就是一下就打到墙上了。对，打下就脱鞋。不掉金刀，飞轮，再打一棍，皮侠，再打一棍，要帮忙扛到了，扛到了吗？没扛到，这个破刀。但是那要走了，够了，拖时间也够了。对啊，要走了，但是密码机很极限啊，不一定能够啊，感觉。主要看十八那台是准备亮了，然后去守小门。小门两台，主要是小门这台比较强，但是又赢回来了。又来了，够不够？那有一个点刺加很少的机会啊！点了，没事，有巨钱，再打，没扫到。哎呦，太能挂了！巨钱啊，没有办法，太能挂了吧？把巨钱机给包住，这边大幅点密码就有点麻烦，但没有关系，空军没有耐住。是的，等一等，双方都等一等。没错，换了一下，两个人换了位置，想让飞行家来掉状态强修。对，是的，但是救人压力很大，对，不那么好救了。掉状态了，飞行家能
救，这一下有背包，换位置，赶紧换位置，还有容错，但是闪现要好了，这一波能不能救下来？全到了吗？很危险，有可能打正射，哦，没救下来，打到了，是的，密码键不够，现在还能挂过去，主要是密码键不够，守到最后他一砍了，抓了，可以直接闪。可以闪啊！可以闪，可以闪，可以闪，可以闪！闪了要往四走，闪现！闪现！基因同损要被三被四了。另外一边的话，图草过来摸过来，想密码，想点一下密码机。对，但是旁边就是椅子，旁边就是椅子，点不亮。对的。虽然他有个怀表能救一次，但是点不亮。对，点不亮，81密码机抢是不够的。是的，这波先包个圈，慢慢打。除非人能被救走，就直接走。对的，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有机会啊！是的，感觉想散开了。已经不想救了，感觉已经不想救了，保一个，想走一个了，让队友骑一台新的，然后大副如果被逼了，我就扯一次，没错，就只能这么打了，没有任何办法了。是的，下板啊，但是怕飞行家救啊，但飞行家已经在骑新的了，他害怕，他看密码机摇，他可能会啊，现在应该已经知道了，现在应该已经知道了，对，密码机学到十几的时候就已经会摇了。这个位置如果救下来救的比较好，供应商有一个牵制的话，有一个飞轮有说法，你别说。但是这个摇表的位置，哎呦，差点，差点，其实已经抓到了，其实已经抓到位置了。哎，无伤救，太好了，打到了，碰到了，不早，三个半机会，就是扛住了这波压力啊，赶紧击倒，能翻过去，对，把圈圈到了一下，能圈到还能三，撞到了吗？飞轮，太秀了，皮皮侠，太秀了，收藏再翻一波，那不好终结了，密码机这边才差20，如果能亮，能翻，不一样。有机会勾啊！大副过来了吗？哦，飙倒了，收枪啊！能签，能签，能签，能签。但是没有人贴门，这边亮了，还是一个，但是还是能走一个，还是能多抓局。最起码能走一个吧。对对对，不说是不是了，最起码走一个。走一个的局。不过椅子这边绕一下，有点远。但是门也没贴到啊，时间很充足。选择躲猫猫，那这里是要找还是要去门呢？去门，去门那边有地窖，有地窖，有悬停的。有背包，所以找人有操作空间的。对对对，他把握自己能把握的。大副是没有操作空间的。这个门是不是要开了？有悬停，但是有一个九十，放一下，有悬停，够喷，先喷走，不着急，等门开。但是马上技能好了，闪现，等闪现就行了。对的，但是有可能闪现，但是悬停，这个背包先好，闪现后好。对，没错，那就看这波了，压力很大，18，能扛住压力吗？捏捏压力也非常大，但闪现这边已经好了，快好了，5秒，悬停也好了。他想拉个去，可以走地窖啊，其实不一定要走门啊，等队友走了飞去地窖就行啊，飞去地窖就行啊。对，没错，不着急，等队友点门。哎，这边能走吗？收场，有闪现，悬停，我的天，太牛了！18，你太秀了，18，这个悬停。跳进成都记的监管者对阵 GR 的求生者解说团队，两位头一名的 IP 老师赛后解说。好的，准备直接放毛赶一波路了。看选择，哦，韩风真去木屋了。这个选择就是去木屋了，不想找火木屋了。因为，哎，等会儿小爱明那边可是漏了呀，漏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对，但是还好，没事，没丢太多，没事，这个能防得住的。这边木屋这个位置很难被反绕。对，木屋还是太狭长。对。但是没苟住，监管者这边也没亏，咬住了。对，跳大毛跳出来了。对。打断了后半段一跳啊，但没有关系啊，最起码跳出来了。对对对，这个猫就等于拉得很近啊。对，一个球废一个猫是赚的，很赚很赚。这一波猫就不好防了，看脚步。这个可能要给刀了，得跳了。跳能翻过去吗？翻不了，直接砍。对，这第一刀给的还是有点快。很快很快。一行啊，主要是下波猫就倒了。对，主要你好像没什么办法。对对对，因为杂技人牵制使徒，你如果不往中场走的话呢，你平地六是很难溜动的。对，这个猫得躲掉啊，因为没纸猫的。你躲不掉的话，一行就终结。对，这个猫得躲掉。但是这平行猫很难躲啊。跳球躲，跳球躲。哦，躲掉了，我在调查员来了。火男，但是怎么走脸上了？好在反向跳球走了。有一行啊，但是踩到减速了吗？没有踩到，那还是会倒。
倒了。哎呦，没有跟火男配合好，没有六，还是没有六勾，也没有配合好，那个球没有配合好。如果封住的话往前走也可以，他其实就是他丢球了，我就不交球了，无所谓的。对对对对。哎，但是这个板子居然交过了，那这个板要白给了。这个应该是队友提前帮他拍的。对啊，让这个杂技员转点。这个板很厉害的，这块板。对。这样交的舒服了。他基本上等于没有六了。没有六了。这个板没了的话，对，这墓地最厉害的板就是这块嘛，十三块板。啊。梦准备去起新机了，这波是。好像想让火灾跟古董商一起救，还是古董商单救啊？是卖了吧？还是卖了？应该是要卖了。这个应该不会救了，我觉得。对对，不会救了，因为对于 GR 来讲，还是那句话，保平也行，但一定不能给机会被多抓。对。想修一下，但是前方梦一直在看，不想给修。嗯。想稍微修一点点啊，想压出来了。但那边松鸡啊，松鸡你就不敢追了。对，对假装我这边压过来了。但如果直接卖的话，机子就会像这样亏损很多，啊、对吧？两面都不敢修，两个人都不敢修嘛。两面都不敢修，亏损很多。只有吴昕一个人修的比较。老牌监管都懂的呀，这种局怎么压迫求生？对，是的。那我站一台看一台嘛。对对对，你必须松手，你不松手我就要深追了。对对，因为你松手我怕你救，你不松手的话我百分百可以追人。是的，没错。那现在密码就三台不够，赚了。阿策的位置也直接漏了，漏脚印了，就看他单六了现在。这一波有纸猫了，看一下，这个猫圈可能会很大，但是这个球能躲一波，看看这猫圈能不能盖哪儿呢？纸到里面，想丢球直接走，但是猫来了，遇住了，住了，一刀，下一波移形要好了，这个不太应该往外直接去转，因为猫的方向它是知道从哪来的。主要这个猫圈太大了，你往那边走，那边也有个很大的猫圈。香梦这波放猫放得很好。放得太好了，接一血啊！再压过来，没问题的，没问题的，冷却了，被堵住，冷却了，冷却了。是的，哎呦，那这样的话，这局有机会多穿呀，有机会多，确实有机会多了，机子不够，因为现在没错，快到小门，然后吴昕要来救一波了。而且是我的调查员没有二六啊，现在感觉可以先去处理一下球，把球先打了吧。逼救也行，不打逼救也行。逼救的话能逼道具也可以。猫咬到了，慢上加慢。这一波咬到了，卡血线了，有点危险。把猫指回去，想跳。是的，行走位很好，这边跳的机会不是特别好，炸猫了。炸猫了那就有点亏。正常给一刀吧。但是想卡位了，你沉默了。下波猫，你想想下波猫，我晕住有一个震慑的机会。来了，波震慑。能搏到吗？能搏到吗？搏到了，这样，但是卡半了，但是卡到半了还是，但是没用啊，对，卡到半，前面哎来不及，有一个球的衔接，没办法，卡到半没用啊，不能双倒，双倒，这使徒安的震慑真的是，这个主要是血线太极限了，你不扯就过半了，你扯不扯嘛？就这么简单，要来 OB 了，只能 OB 了 ，OB 到队友拖到起来，是的，要需要飞轮把炸毛给躲掉。只能这么打，需要飞轮把炸猫给躲掉，飞轮没问题。那拖一波猫，下波猫把咬住。要先逼一下机关枪一个蓄力刀。是的。下波放猫炸住就可以挂了。这位置不好挂，起不了。不好挂，不好挂，不好挂，不太好挂。这波古董伤很关键，能咬伤很关键。炸猫可以了。OK， 没问题。那没什么办法，确实没什么办法。前过去把电视一挂不就？六秒钟的。挂右边吧，挂右边吧，这波很关键啊，把佣兵拖起来了。挂架势就行了。确实。那你现在救也不好救，下一爆直接下来救，出也不好出不去了，主要是能秒救了。先打，放猫会不会？先放猫会不会好？对，先放猫好一点。打一棍，打一棍，杀住。古董伤可以。有跳，但是堵住了。回去处理古董伤。哦，移形，移形歪了，再一段跳。炸猫，其实感觉刚才追古董伤好一点。对，追古董好一点。追古董伤有的。但是这个是淘汰的。但古董伤现在还有上限，但古董伤选择修了。但古董伤选择就还有一个球，还有一个球，还有个球，这波是堵住了，打掉，还是在玩，打掉。心安无梦，选择去守密码机了。机子没问题，但佣兵能救，火条能开心的。管密码机的话，现在局势已经不是那么压倒性了。对，刚刚是压倒性的，但还好有底牌，他其实还有机会搓，还有机会拖。这波得躲棍，能躲掉吗？晕住了，躲不掉。那这样的话，外围有心机，佣兵卡着就对，而且古董伤是一挂的，这个是它不是压倒性的，是的，对的，对的，根本棍都交不出来，根本不需要躲。可以往火条那边挂，就辐射过去。嗯，我挂掉，然后挂到红毯，然后我追你，我追你，对，追你，或者我去沉默你都可以。然后下一步的话呢，你会去补墓碑的时候，我底牌要好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是的，我觉得很好，我觉得可以追，直接追，直接不要了，可以直接追，直接不要了，因为你这边想要去墓地的话，两个人很远，两个人都会被调到这里来，然后火条没道具，对，我的调查员他们。
没有道具了，而且他是挂飞，这个思路太厉害了，幸好棒。那卡蒙得过来帮一下吧，卡蒙得过来帮一下，但是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有点远，牵起来。来得及，椅子很远。但是我可以绕呀，讲道理，这边里边。卡蒙还是先到。来了，要放，要放。要放，放下来，这边可能会把补上丢下。飞轮有跳，炸毛，炸没办法了。稳啊，那能挂上？对，能挂上了。这边有个椅子，太稳了，先要蹦。啥？大球刀啊？知道了？那不行啊！死抓了呀！那不行啊！这个气球刀，那密码机不够啊！对的，死抓了呀！这波是只能走一个了，只能挂上骨伤之后用命令躲起来，不然要死了。对，因为骨伤过去，密码机八十呀、哎！直接锁定佣兵的位置，这个气球刀不应该呀、啊！压力无限大，打开。但是猫还没拉，两把猫指回来，晕住了，不够啊，八秒钟哪里够啊？这波气球刀，他是想了给气球刀之后能摇，有人摇下来，有可能吗？但是应该这么近的距离，怎么可能摇下来呢？ 我觉得应该差很远，就是距离摇下来差很远。成都机翻回来了，感觉是打到后面思路可能有一点点乱了，可能有点乱了，对，稍微有一点点乱了。那现在攻守之势也大局一比一，小积分成都机器反追回来了，反追一分，对。哎呀，打成功机器真的只能请。现在进入比赛画面，本场对局是由机器战队的监管者对阵机甲战队的求生者，解说慵懒兔、解说哈皮和解说头鱼为您带来的总决赛实时赛况解说。想去找入殓，觉得画家太硬了。画家不好追。开局是犯了零九，但是左右的话，两边要找，因为他闪现，好像想逼一下佣兵啊，逼一下佣兵。算了，但是现在再找有点难找了。不好找，不好找。哎，等我无限被掉出来了。神动机器，神动机偏道具，反绕没反绕到一点点，一点点能逼道具，能逼道具的，能逼个护腕，想走了。如果叠直接飞，有想预判到没办法位置，对。这样其实他是把场上所有球者都调动起来了，对，丢个碟想丢到身上，但是没丢到，没丢到。板子正常踩。我玩不熟练角色的时候也喜欢带闪现，对，保兜个底，起码兜个底，对，起码能平，他是这么想的，所以选择带闪现。但是木屋的火灾调查员很强啊，真的很强，自造无敌点啊，很强很强。弹开，打掉，打掉先没有关系啊，反正碟有。要丢个碟飞出去啊，不然会不会回头？是的。这个节奏的话，可能要考虑闪现开刀啊。但入殓师现在，再来一个球，这个球打吗？入殓师的位置可注意一下。哦，他不知道入殓师。看到入殓的位置露脚印了。他知道的话，他们先打球再追入殓的。找入殓就偏平局了，对吧？那这样子看看入殓怎么说了，双弹飞轮。不敢翻窗，怕闪现，那要平地给刀吗？飞闪现还是不敢翻啊？这个飞轮是预判闪现，预判闪现，但是没闪，距离也不也没贴到窗呀，对对对，没办法。就即使说闪现 A 到身上，也不敢翻这个窗的。对，对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失误了，这波跟过去还有弹射吗？闪现击倒，闪现击倒了，相互闪，没办法，没关系，毕竟他是入殓师，对，还能打。对，如果是别的角色的话就受不了了。但往灵柩挂，对，先救，然后逼你们来依旧一波。挂到最里面那张椅子。对，往灵柩那边挂。十二十十，要不直接反了？也行。我觉得直接反了。反不行，反的话就是平局了。反不行，最多这个密码机不能反。但是阿瑟现在也被调动了。不能反，绝对不能反。这个密码机反了，要多抓了，要多抓了，肯定是要多抓了。因为你下一步再救他是挂飞，画家没办法保他了。对对对。但是先救一波的话是有机会保。那现在画家聊过蹭话呀？画家也不来。他直接反的话，画家有可能直接点密码机的。但是没办法，这个密码机没办法，差太多了，差太多，差太多了，只能救了。是的。弹护腕，正常给到就，哦，无心这波，哦还在骗，还在压力，太大压力了，是是是，尽量地球每波都救得完美，这板子可以先踢掉，我觉得，不下直接交弹射，下吧，红蝶很快的，线，直接想走，他没想溜了，就想带走了，因为这边是两台遗产，对对对，画家遗产，一台是这个一开始他自己点的遗产，对，要想刷一下二级，那下波谁接？但是能挂回去啊，能挂回去。能挂到那边那张最近的椅子，秒挂，然后起飞飞过去也行。压中场吧，中场也是遗产。对，直接飞，反正飞也能飞过去。阿瑟这边还有一个球，可以稍微帮一下吧。对，
阿特这边想帮了，想帮了，帮一下，帮一下，想帮了。对，要不打一刀？打一刀！现在入殓师有盾，不想打，打一刀吧，打一刀，开始接啊，打一刀，打一刀，开始接啊。还在跟，帮忙回头，硬保，想硬保。哎呦，这个球，球没丢好，运不大，飞到脸上，板子已经没了，没板子了，飞轮好了，飞轮在翻窗。是的，这次是够的，这次是够的。又丢了个叠刀，画家在赶来的路上。又丢了个叠刀，脸上要倒了。蓄力刀感觉倒了，倒不用蓄力刀，倒了，前刀倒了。那看开门战，对，开门战。事实上，不开门战有说法的，因为是湖景村。确实，门太远了。三台密码机都很多，已经切成传送了。现在看传哪台，要不要骗一下？骗一下，压好的金骗一下。哇，三台全骗了，全骗了，全骗了，那不交了。那应该两台再骗，两台再骗。对，那不交了。对，过来。想看画，先看画。西画，对，看。不理他了，直接不理。哎，怎么是？但是压的就是这台呀。对，你不能不理。你现在不理的话，可就要全都站好位置了。你现在不得不理。哇，这一波压机的很聪明啊。对，别亮了，别亮了。看开门站，求者铺垫了，那边贴门。已经贴门了。叫传送落地是火男，这边人弹开飞的位置是他弹的另外一个方向。对，应该是保平了。对，这个位置应该保平。应该保平。哎，倒得很快啊。现在不一定了。倒得很快，那边门还没贴到。门还距离铁道还有个十秒钟吧？没事，佣兵能控场，佣兵能卡，佣兵满状态有护腕，佣兵能卡，画家点门，就看这波，甚至说佣兵有没有可能绕一波大圈过来偷人？佣兵这个不太好绕吧？那么远的地方啊，应该是想保平了这个位置。对，这位置他能弹护腕出门吗？但是香梦也怕呀，香不敢去的呀，不敢出去啊，因为这个门点他不知道他点多少。对的，如果万一人被偷了，对吧？点门那就三炮了，对，就很难接受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是的。因为他们现在乘入机器保平就可以嘛。对。啊，那应该就保平了，也不想争了。没错。那现在对吉尔来说呢，吉尔僵完者得要得要三抓才可以，三抓四抓才可以。对的，不过好就好这是福井村，吉尔还有机会。对。那对乘入机器来说呢，哎，有积分优势，我保平就行了。对。好的，本场对决 GR 的监管者对阵乘入机的乘入者，主说两阿比用两兔头晕的阿彪，总决赛实时赛况解说。踩钩子直接去中场了，直接上船了，想直接上船。找空军密码机是最快的，赚了，对，最快的，对的，对的。像上一局为什么密码机慢？就是因为众人位被赶到过去了，对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，这是思路上的一个问题。这样子密码机，而且他第一时间过去兴奋也没好呀，对，是。他先开枪怎么办？稍微很近，先封家。主要是兴奋也没好，想勾下来，开枪了，考虑开枪的问题。有勾，勾到吗？上楼了，高地下开枪，高地下开枪。可以翻，可以翻，没夹子，可以翻，没问题。那你钩子冷却了，现在对，那兴奋要好。我现在去三板，我现在可以去三板。兴奋要好了，一板我可以现在可以去三板。开不开？兴奋亮了，兴奋亮。哎，其实前面还开枪就好了，前面没必要。要上楼吗？哎，他等一下钩子，是的，等一下钩子好了再打。是的，他不着急嘛。要上楼，板子已经被踢了，这个位置其实没资源了，已经。对。只能在这里翻窗了，对，他只能要下去翻窗了，只能不让出钩嘛。是的，有高墙挡着嘛，钩不好交。要搏这个板了，钩，这个地方高低差，哎，回来了，但是没修正到，是没修正到，差一点点。那这个节奏要牵制钩了，对，要牵制两台半了。这把主要还是五个入殓师，主要是这边不好勾了。对了，有甲子，但是可以铺一下，慢慢打了，慢慢打密码机过三台了。铺瞎子，你还得踢板。这个位置抬钩子，勾过来了，防飞轮知道，但是已经三台了，平局面，因为还有个棺材，主要你没挽留。接下来还有棍上的棍子，这个节奏都不用来保，这个节奏都不用来保，就是基本上是硬六三台，平修，是的，是的，平修就行了。对，接下来大副稳救，通缉到大副，哎呦，这钩子又偏了一点，好危险。这一下要是勾到就秒救了，是的。那另外找到入殓师的位置，我看一下，飞轮没掉了，是的。那钩子没了，可以救了。无伤救，有二次牵制入殓师看到了吗？翻了，两个板都还在啊。是的。不知道看到没有入殓师，看到的话就很恐怖了。
能勾回来。哦哦，勾回来，建设高了。中场能量看不到也没关系，大副还能再救。对，没错。卡头就差不多，对，卡头就密码机差不多。对，就即使说被打到针对八九十的密码机，因为空军他有那个光板罩，你没有控场的时间，主要是。监管者没挽留，重点是现在得逼救啊，现在必须得逼救啊。但大副会贴脸摇表，得勾出来，得勾出来，能不能勾到很关键，能勾出来，二阶了。能勾到吗？哎呦，零星，还有机会，压力很大，还在躲。但这段没摇到，那逼出来救了，逼救了，那不太够啊，对，不太够，不够不够，还有底牌，想打针对，要扛刀，要扛刀，又扛到了，今天的侧刀好难打呀，对监管者来说，是的，死扛，拖时间，要扛了，要压缩你的控场机会。侧勾，没办法，你的矫正，这波现在是劣势，受不了底牌切闪，受不了底牌切闪。只能这样子，受不了底牌切闪。底牌切闪的话，还有快能战吗？底牌切闪，你挂一波还有波手底，只能这么打了。现在能勾吗？整个底牌也可以，还行，把底牌省下了。木伤感觉要过来了，要逼技能，想逼技能，把新闻逼出来，想逼新闻，攻了，想逼技能，直接亮，打了，兴奋交嘛，到密码直接亮，把兴奋交了之后没有开门战了，本身就没有挽留。是的，那。那怎么办呢？门还没有贴到，门还没有贴到，没贴门。这边能处理大副，大副没有道具，大副没有道具，大副没有道具。但是两边门都在点了，那这样就平局了，能勾到吗？勾到了。有些机会有一个门是不动伤点的，有一个门是不动伤点的。不动伤是有 debuff 的，这时候不能挂。对，但大副手里还有自愈，大副没自愈了。但主要你有自愈，但你没挽，但是你没打不了挂伤呀，你没挽留不动伤机关消啊。满棍，对，三棍过去把大副我给你打，打一刀我直接三棍，对，我给你打，我给你打，没挽留的，我可以给你打。想拖大副自愈也行吧。我可以给大副没自愈哦，有，刚刚是起的，也行，而且大副有棺材，那没问题，这波怎么想都是平啊。那现在对于屏幕上拖点时间就可以了，大副前面还有鸣叫，原本还有鸣叫，沈杜基基，还有两棍三棍，勾到了，这边一刀两棍，不动伤也能走，哎，没棍，没棍。那感觉走不掉，放夹子嘛，毕竟那走不掉了，那走不掉了，放夹子，那还是平平了就够了。大副这边马上就走门了，这边马上就要胜利了，能走吗？马上出门了，要出门了，成都姐姐，这边要结束了，好，还没有击倒，哎，击倒了，过来，这边要挂伤，因为已经跑两个了，是的。让我们恭喜成都之际获得2024 IBO 夏季赛总决赛冠军，击后筹谋还风起，即是凌云破万里，今朝不负英雄梦，剑指长枪再登峰，相信成都之际自会回应你们的所有期待，这个盛夏属于成都之际无关了，让我们再次祝他们